uncle. Oh my gosh! I'm a bad brain, Bruce Wayne in the fast lane. Couple J's in the ashtray, style motherfucker. Tattoo Batman, see the rap man. Y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ss， 你可以叫我 Tom。那么今天啊，我一个人要来玩一张 Minecraft 恐怖地图。OK， 那么我很少一个人玩恐怖地图的，然后没有错，因为那个人他出去玩了。那么这个周围都插了一些火把，然后我走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听到了吗？还是有点吓人的。OK， 这边有一个箱子，我们打开这个箱子。那么这边他是他的个人介绍，他说你好，我的名字叫做 Skimental。然后他是一个年轻的 Minecraft 地图作者，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制作了两张地图了，有一张是 Tita， 他一共有6000+的下载量，然后这张是最新的一张地图。如果大家想看这张地图的话，按下那个点赞按钮，投2硬币，评论告诉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张地图很简单，就是我们是一个少年，然后我们在家里玩电脑的时候，无意间在百度上面发现了一间很酷的房子，然后我们要去探索一下。然后没想到竟然发现了一个惊天的杀人案件。准备好了吗？ Fuck， 什么鬼声音？ Let's go。 OK， 走啊，子们。哦， OK，Stop here. Oh my god. 他说真的吗？啊，我们好像起晚了，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8:43了，我应该赶紧的去找我的车和钥匙。然后这边有个新的任务，就是说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的车和房间钥匙。所以我们要迟到了吗？是要上班对吧？这边有个箱子。他这边就说一个是我需要的日记和来记录，哦，就是我们需要记录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还没有去到那间房间对吧？哦，所以这边让我们写的嘛，对不对？那我先不看了，他反正是让我们写的，先不管，先拿着好。哎，我们家房子挺大的，这是灯，好，衣橱之类的。OK，Let's go， 我们要先去找我们的房间钥匙。嗨，又一本书，这是干嘛？厨房。好的，好，好，我一个人玩恐怖游戏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这地下室就算了，咱们还是不去了。哦，这门是锁住的。哦，这是我们的车。啊！ Are you kidding me？ 不是吧？这我家哎！哎，有没有搞错？这么快就开始了吗？哦，我的房子钥匙。啊，找到了！打扰了，打扰了。哦哦，嗨，好，没什么东西。OK， 我觉得应该要去地下室看看，因为这房间的钥匙的话。是这个门吗？不是不是不是，去这里看看。好，哇，我还没有走他就那么吓人了。 Hey guys， Yo， 他这边说的是我没有开车，我记得我把钥匙忘在了这里了，但是在什么地方呢？他居然把钥匙忘在这种鬼地方。等一下，你可真棒啊。哦，哦 ，my car。 OK， 走走走走走，好了好了好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去找我们的车。我只希望不要惊吓好吗？因为刚才你真的很吓人。哎，他不让我走别的地方，我们家怎么感觉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只能去车上。这是车钥匙，是，没用，这是轮胎。好，哎呦，哎呦，认真的吗？这跟我家有什么区别啊？哦，我们到了。他这边说的是我们开了很久的车，现在天已经很黑了。这个地方看上去挺安全的，这个地方叫做什么绿港村之类的，他的翻译是这样。那我们先走吧，好像是往别的路走，因为他这边没什么路了。但是他不让我走，是为什么？
别 please. I have a weapon. Get fucking out. 完了，我感觉我要死了。哇，一个人玩恐怖游戏的感觉真的不太好。呸，这是 Minecraft Horror Map， 其实感觉不是特别好，你知道吗？有一个人陪着感觉会差很多。我应该找人来陪我玩的。No， 啊，哦哟，书，等等，我送地方看书不太好吧？大致给你们看一下，这是我的故事，最受欢迎的一个人。A few moments later， 他有个人在离开家的那天晚上，他没有看到任何人经过这个大门，然后有保安进入村庄检查每一栋建筑，寻找 Jason 的时候，说他还活着，所以这个村庄失踪了很多人，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对吧？所以 ，OK， 所以我就失踪了，很酷。Oh my gosh！ 啊啊啊！他说啊，这是什么鬼东西？我开始后悔了这一次的旅行。Jason， 快回家！呼 ，Oh no！ 哦 ，Oh no！ 啊啊！完了。我们就是 Jason， 我们要死在这里了吧？我们可能还活着，这个压力板一定有问题 ，man。啊 ，Jason's crazy man。哦，呼呼呼。啊啊！哎，我们要去这个地方，鬼知道什么地方，我也不管了。哎，先拿着张纸吧，好吗？咱们先拿着张纸 ，Let's go。哦，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哈，哈，哈哈，啊，回来了，回来了，哦，可以翻过了 ，OK。他说，我想开的这扇门应该在这个地方的后面，但是我没有找到过它，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个门的代码，就是我们现在开的这个，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代码，对吧？所以，我们要去这个里面，应该是，好，好，好，我这个地方看起来暗，亮一点。这里发生了什么？等一下，我要整理点东西，把我的棍子拿下来。就这个，走，走。好的，加油。我不想走这种旋转楼梯，很烦。而且他做的很。啊 ！OK。What？开灯，开灯，开灯。What？ 哦，我们要找到那个代码，这边有按数字，我们来看看这边会不会有什么。79203，果然，你看这个，你看79203，不看仔细的后果就是这样的。好，Yes. Oh, cool. Oh, see you. 我走了。嘿啊，嗯嗯。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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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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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Run! 这什么地方？哦，我们现在要去探索学校了。啊！哈！Find our way. Are you kidding fucking me? Yo. Yo. OK, 我不想多看了。我觉得太扯了。何必啊？别让我碰到什么鬼。等一下，这边是上去的路，先往这里走。Yes, level one, level two, level three. OK, 三楼，这个是 level two 对吧？啊，先往这里，先往这里。You gotta act so immature. You want me, but you ain't sure. I'll be halfway to Australia by the time you at my door. I'll be out here getting mine. Then you want me to be yours. It don't work like that. Don't believe in words like that. Every day I turn my back.